车后，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。离别车正常运行中，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等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。扶儿后在车门上，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入便池内。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你，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，严重后果是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。Thank you.